清朝是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了风水学说，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通过对各类风水学书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学者们的不断探研，风水理论已相当完备，风水师的勘察活动已普及到从帝王宫殿到城乡民宅各类场所。清代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祭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因为清代各皇帝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以极刑。据九朝东华录记载，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有看好山相，没有选择好日期，本来要对汤若望等人凌迟处决，但是考虑到勘测永陵等陵墓风水有功，免了死罪。清朝还设有国师府，共有400多名国师，这些国师因为得到优厚的俸禄，所以一生都死心塌地地为王朝、为皇帝效劳。国师府的任务是为王朝找到好的风水宝地，安排好使用方法，另外是破坏民间的地理风水。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应用地理风水这门无形学说作为他们统治工具的一个例证。风水术有很强的随机性，创始于不同地貌环境的风水流派所宣扬的不同的风水观，都是同一定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不同时代的风水理念和关注重点也不一样，清代的风水战断大多与科举功名的得失相关。清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世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契丹。当时的阴阳先生是职业术士，专替丧家推算敛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契丹是记载死者入殓时辰、触犯禁历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了泄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相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没有埋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清朝在风水文化中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把风水文化传到国外，满足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东方神秘古国的好奇心。大概从16世纪开始，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便把中国风水文化带到欧洲。英国的学者认为，
中国的风水文化是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以近代科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风水术数。英国贵族是最早接受中国风水文化的一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祖居布莱尼姆宫便有铭文记述。当年，清朝委派风水师为其城堡祖居做风水布局。风水师除了为丘吉尔家族安排了城堡的风水布局之外，也为丘吉尔家族在其阳宅旁边安排了一个家族墓园。自此之后，丘吉尔家族的兴盛便与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20世纪初，还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树运已经走到尽头了，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朝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崇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也不是一建都了。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20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大有市场，解放后理论上受到沉重打击，实践中却还在不断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的重视以及它的适用性，使风水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新的活力。当代是风水整合更新时期，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评价和阐释，从而更好地让其为人类造福。